哇塞，我觉得这个很可怕。我想坐一次，我坐一次。他妈妈突然间从门口大哭，哭得他就受不了了。四年啊，我熬了四年。打个电话。给谁打电话？妈妈打电话。给你妈妈打电话。妈妈知道今天开庭吗？没事没事，就是妈，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就我们今天开庭了。哎，那个陈翔妈妈，我是律师。我叫桂芳芳，是一名律师，主要处理婚姻家事方面的诉讼。已经调解了，好吧？就是他可能比较开心啊。夫妻之间，从至亲到至疏，也许就是一场官司的时间。这其中的滋味，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时间接待室，50位律师，一年里上千个当事人在这里讲着他们的婚姻故事、爱恨情仇。昨天晚上女方提出协议离婚，原因是什么？我不同意买房。她回来后，我在她包里发现避孕套。她承认了，但她觉得她只是做了很多男人都会做的事儿。我说了，我争的是她要出轨，我要法院判定这个。2017年的8月2号，前夫离婚后，至今一直骚扰报警。说你奶奶就是太惯着你爸爸了，40岁了，现在还在惯呢。他以前跟我打的时候就是跟我说，我叫你这个家里做不下去。哎呀，我就说这个女的给他洗啊洗啊，都快变了一样。爱的时候怎么都可以，离的时候点滴都成了问题。离婚牵扯着情感纠葛、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债务处理，有时这种拉扯迂回又漫长，从一个家慢慢变成两个家。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今天您咨询是想要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主要就是一个孩子抚养权的变更。对，他这个确实是工作是比较忙，然后出差又特别多，没有时间，所以基本上孩子都是交给阿姨来照顾的。3年前周东晓和前夫离婚了，但是因为孩子，两人的关系至今还在拉扯中。大儿子跟着妈妈，小儿子跟着爸爸。周东晓觉得前夫没时间照顾孩子，因此提出希望变更抚养权，让小儿子也跟着自己。其实孩子的生活基本上也都是我在操心，每天接放学，然后辅导他做作业。那我们这边的证据还是好调取的，但是男方那边的证据，您这边有留存吗？应该也就是这种出差的记录，会比较多，但是我这儿应该是没有。如果说爸爸他很忙，他没有时间带，光靠孩子一个人的说法，可能不足以被法院采信，我们还需要一些客观证据。跟他谈的是两个孩子都我来带，因为都还小嘛，然后他要上班也没那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不同意。我也咨询过那个律师嘛，他说两个孩子基本上是一方一个。他爸爸跟我说的就是他想好好的陪花时间来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他想带弟弟。然后我想想，我觉得也行吧。
4点放学，也有可能。但是反正我每天都会准备好。有的时候他姑妈跟阿姨接，你也不能太为难他们嘛。我其实能理解他觉得怕孩子跟他不亲。结婚后，周冬晓全职在家带孩子，爱人事业有成，两人却遭遇了情感危机。因为回来没话讲，他主要最大问题是真的很忙，时间很少，就在家里的时间或者跟我的时间都很少。确实，我觉得要是这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我觉得我应该也发展的挺好。你对工作的这个，确实是你付出多少是回报是多少的，这个跟感情不一样的。感情不一定你付出多少回报多少，但我觉得工作是，然后陪伴孩子也是。我去看一眼他。喂，我给你发了一些微信，我看你没回。哦，你下午有去接接口吗？有的，到了，马上到了。下午已经来接，那你要跟我说一声啊。我不是就按照平时的这个过来接吗？按照平时过来接，那你几点钟送回来？他做完作业就送过来吧。几点？你们是需要他在这吃回去吃晚饭是吗？最好是这样啊，我不希望再到那个门口又在那让小孩子在那左右为难的选择啊。左右为难是你们也全体都到学校门口接了是吧？所以你告诉我，我们肯定会去接的啊，你告诉我几点送回来。一会儿我问一下他吧，他要是愿意回来吃晚饭的，到你这吃晚饭，我就6点钟之前送到。什么叫那？你就晚上送回来，吃晚饭送回来。就吃晚饭前还是吃晚饭后？吃晚饭前。好的，明白了。Jaco， 哎呦，今天穿这个，这个有点小了吧？昨天没给你带衣服来。先走了啊，拜拜，拜拜。今天速度要加快，因为那个晚饭前要把你送过来。你爸爸说，对。哎，来来来，哦，别急，没事。或者我们一会儿再交涉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好吗？别急啊。这个幸福不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吗？你急有啥用？对吧？急也没有用啊。妈妈，有带什么吃的吗？没有，今天没来得及。啊。到家就有的吃了呀。怎么又唉声叹气的啦？但是没办法呀。我们先赶紧到家啊，今天作业很多，要赶紧先做好吧。啊，你赶紧来。哎呀，好想你，昨天没见了。为什么明天微信不来接我呀？昨天你爸爸不是去了吗？明天妈妈给你准备好吃的啊，今天时间有点赶。妈妈，您今天吃点蛋过去好吗？不行，今天肯定不行。现在今天晚上你过去，你还得跟你爸爸说，明天你要来妈妈这里的。
那今天就配合一下，为了明天能够顺利的过来，好不好？好，来，好，别不开心了，别不开心了哈，来，嗯，最爱你，是不是？嗯，妈妈会继续努力的，哦。我在想，你这个语文作业要不先暂停一下，我们把英语先做了好吗？因为我们5:30肯定要出发。好吧。5:30不出发的话，6点是到不了。那就差这么一点了，好吧，好吧。好好好，你做吧，这四个做完，哎，行。神奇。嗯，你爸爸可能是在家里，所以要求你要早一点到，知道吧？嗯。嗯，要不这样吧，妈妈先送你过去，好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对，妈妈在门口等你，我车子开到外面，我在外面等你。你吃完饭，你告诉我，然后呢，我们看看在汽车上把这个做了，好不好？那还不如那样子啊。那马上到6点了，因为你爸爸要求必须要到，没有到的话，那怎么办？来，乖乖乖。好吧，那可他说一点没意思，一转就过去，就差一点了。妈妈先送你到那儿，你进去吃饭。没，一会儿爸爸又说你什么的。没关系，没关系，妈妈不怕爸爸说，没事的，他说他的，没关系，没事。一会儿爸爸我让你。没关系，我站在门口啊，我又不进去，我送你到门口，我在外面等着。那怎么办呀？可以在这里的，好吗？嗯，所以没关系，你过去先好好吃饭，吃完饭妈妈就坐在车上，我妈妈车开着在外面等着，等着你吃完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题慢慢的做，我们一个个单词讲好，慢慢做。嗯，没事，蛮好，就在那个星巴克找个星巴克就坐一下，路上就不要白回了。他要是不在，那你反正妈妈就在门口，把作业给你做一下。那也饭不吃。妈妈减肥呀，你忘了？晚上不吃饭，反倒还更舒服呢，对吧？嗯，放心吧，没问题的。绝口，来，妈妈带你下。你先进去吃饭。好吧，慢慢吃，没事，妈妈在外面等你。因为我就在这等他那个出来了，我把他这个作业再看一下。哎呀，说老实话，真的这个，哎呀，我得好好的，赶紧要把英语学起来。哎，他跑过来了，看来又有什么变数。怎么啦？饭还没煮好啊？你爸爸在吗？你爸在，来坐下来，我们就在这儿。Dear 对不对？那是 Dear 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好，我给你看一下哈，是 Dear 的意思。哎，他们也对不对？嗯，不错。The baker make delicious。 对了，你看不是很棒吗？对的。那好，哎呀，拿过去吧，估计吴老师饭也做好了。好的，去吃饭吧，我给你走路送过去。来，好，那过来了，我就不送你过去了。饭好了是吧？好，最后那个英语作业都搞定了，好。好吃饭哦。他爸爸也没到，嘿嘿。
哎呀，所以每次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会一直想要，哎，把这个抚养权拿回来。每次一定着急要送过来，然后人都是不在的。开庭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为了让周东晓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律所安排了一次模拟演练。好，请你坐下。现在开庭。离婚后，被告工作繁忙，并未切实履行对次子的抚养照顾义务。为了使孩子有一个健康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环境，请求依法变更孩子跟随原告共同生活。首先，弟弟现在还是和被告共同居住，被告也有尽主要的照料义务。原告未经被告许可，多次擅自接走小儿子，严重影响小儿子的日常生活及离婚协议的约定。我们想再向法庭强调一下，离婚后至今，被告呢担任了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投资了多家公司，且经常出差，工作相当的繁忙，生活也毫无规律。原告为了能够给被告兜底，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学习环境，主动承担起了孩子实际抚养照顾的这么一个义务。根据原告的陈述，反而能表现出被告具有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而原告自身没有稳定的收入，且家中还有生病的父亲需要照顾，在经济上更不适宜抚养孩子。原告的主要收入来源于与被告离婚时所得的离婚补偿款，平日里并无固定的工作，也仅靠炒股，这样的收入是极其不稳定的，完全不符合事实。首先，原告的财产大多数源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自己的奋斗，其次，离婚时的确分割到了一部分共同财产，但这本身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所得，而不是被告一人的财产失手给原告的。且不管什么原因，原告现在持有的财产状况，无论是房产、现金、股票等等，是完全足够支持孩子的实际生活和成长所需。我们可以看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庭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一旦进入诉讼，桩桩件件都是呈堂证供，夫妻之间很可能毫无情面可言。但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周东晓必须适应这样的场面。孩子目前已经年满8周岁，愿意跟随原告共同生活。庭后呢，我们也会补充孩子的手写信。孩子的意愿是我们必须重要参考的因素。是这样的，这次会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主要还是源于孩子多次的跟我沟通，希望能够跟我在一块生活。因为每次我接他，礼拜五接他，他都特别的开心，就是抱着我都不肯撒手，然后每次礼拜日要把他送过去的时候，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走，要我反复的去劝，劝很久，有的时候还不愿意走，或者是把他送到那个他爸爸家门口，他也抱着我不肯松手。包括阿姨也多次跟我说，经常我辅导完他的功课之后，他自己就我走了，然后他就躲到一边哭，说很想妈妈，又要等到明天才能见到妈妈。我觉得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孩子每天应该都是开心的，所以我才希望孩子能够天天跟着我。父母都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孩子，让孩子多一些快乐，我觉得这也算是把这个离婚的伤害降到最低了吧。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一些了，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尽心的去照顾他。就这样。今天的这个表达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最后辩论环节，我们的表述呢可以更有细节一些，因为你平时跟我的表达可能会比这个更感人。对，原告本人出庭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是可以去影响到法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的这个离婚协议书当中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点，当两个儿子分别达到15周岁以后，可以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看，重点不在几周岁，而在于父母亲给了孩子尊重他们选择的一个意愿，
去改变。一人一个，看上去我们很公平，但是其实我们把孩子没有当作一个个体。但是今天，孩子有这么明确的一个意愿，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把这个点打破。所以我想，很少有哪个案子单纯是靠法庭上的辩论胜出的。案件的成败在于事前的准备，周冬晓想赢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想让你帮我做个证明，我原来一直带着 Jaco， 这个是个事实，不是假。你名字让我写的吗？对，最好是手写。可能还需要你写一个东西，表达一下意愿，就是希望弟弟能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意愿。写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书信吧。写纸上。对，手写。他的证人证言，我们也给他在公证处做掉了。因为有可能说你愿意出庭，法院不一定会让你出庭。嗯，我们先把证据先过一下。证据主要分为四大板块。这些信的原件都在妈妈这。对，第二部分的证据呢，主要是想证明男方不适合抚养。可以，那我们就这样咯。一天又一天，律所的接待室，当事人们怀抱委屈或决心，他们需要推倒过去经营的一切，并从废墟里抢回值钱的东西，以此重建新生活。去年的年收入接近300了，如果都给他分的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涉及到房子、股权的，还有其他财产，所以我们先来看房子。其实我诉求很简单，如果真的要你单单好聚好散，是不要搞得这么简单。在家里面，实际上是我挣的比较多。难就难在你这个协议当中并没有没有写、就是，然后就把这个钱给他了。对，本来也不想这样子，就是为了能给我女儿们就争取点。很多时候，男女双方为情感与利益卸下尊严，维持体面成了一件困难的事，而更加困难的是找回自己。这是我们目前梳理出来的这个案子当中第一涉及到的财产的财产清单，然后还有后面你们双方的一些想法在这边的。这个是大事记之前那个根据已有的资料做的梳理，这个供你参考。对，沈梦，女儿13岁，儿子5岁，因对一审离婚案判决中女儿抚养权归属和财产分割问题不服，提出上诉。我们在二审的时候做一下强调吧，我们目前有的证据跟一审相比有哪些提交过的。对，然后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因为每一次他说不小心双方在就是争吵的时候碰到了，这是不对的，每次他都有明确的意图的。是，我看了原审的判决，你们也提交了证据，然后呢法院认为这个家暴的过错证据不足，没有实际证据能够直接证明男方共同家暴行为。我女儿也跟我表达，她现在所有通讯设施都是由她爸控制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见到她。所以在这次上诉当中，我们会去提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我们希望孩子抚养权归我们。我呀，来来来，丁丁。来，你等等等等，你抓好啊，不要让他跳出来啊！你觉得谁过啊？这个训练你觉得谁过？哎，他不知道，你不要给他。哎、谁知道？怎么知道呀？那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的呀，有什么问题呢？他的脑子很灵敏的，你也养养小。他知道了，他知道了你。告诉他这不是一个坏事情，他就没有问题，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善后好好你管你吧。对于年满8周岁的子女，法院在判决子女抚养权争议时会很大程度尊重子女本人的真实意愿，因此律所建议沈梦提交一份女儿的自述作为证据。但最近几个月，沈梦和女儿几乎断了联系，
趁着弟弟要过生日，周末母子俩候在女儿的培训班外。我们看看能不能请得动我们的姐姐，她应该是8月10号，但8月8号正好是礼拜天嘛，所以就想那天叫她一块来。啊、哦，应该没有下课吧？没关系，坚持一下好吗？坚持一下。脚脚疼吗？还有人吗？应该还有一批吧。啊，可以进吗？可以进啊。但那一天，沈梦并没有等到女儿，而她也没有就此放弃。来，过来。离婚前，这里也一度是沈梦和儿子的家。我们好像弄错了。我们为什么弄错了？这里有个小他不认识这里。他说我们好像弄错了。来错地方了，你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是谁家？是谁家？不知道，我摁一下，然后小伙子你就说送外卖可以吗？啊，你过来哈。进来，过来。我是外卖的外卖。丁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干嘛？他要给姐姐送个生日邀请。什么生日邀请？你叫他出来呀！我们丁丁要生日了。什么生日邀请？就是送给姐姐的生日邀请。你现在不要拍。这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暂停。不要吵，不要吵。我们8月5号开庭。嗯。我感觉在8月5号之前做这件事没啥用。嗯。8月5号就开庭了。而且上一次。我们呢？而且上一次。干嘛了？你老是打人。我跟法院说过的。这也我也有权利的。欢迎你。走开。我们家不欢迎。我要拿丁丁的玩具，走开。我们家不欢迎。我们家不没事，你今天打好了，打死也可以。我不会打你的，丁丁，你看着。我不会打你的。警官你好，我现在见不到我女儿。你现在这种状态，如果你要真的讲道理的话，你就应该在孩子面前做出你父母的榜样。你什么榜样？你有榜样？有时候孩子就是一根线，父亲在一头，母亲在另一头，扯得太用力，线容易断。我跟他两个人结婚10多年来，基本上大大小小
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就基本上总会吵架的。只有我退缩的情况下，这个争吵或者争执才是一个终点。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开朗的一个人，但是跟他结婚十多年来，我变得慢慢的我不开朗了。我郁闷的时候、委屈的时候，都是我妈在一直开导我的。其实这些伤心的事情，我真不想回忆的。面对情感纠纷，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放不下又过不去，越闹越大，最后演变成一场针锋相对的诉讼。但是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你带着儿子，然后你也开始工作了，你的生活也要考虑进入正轨了，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变更抚养权？是不是一定要做后面的事情？就得再考量，中考了呀，这个孩子中考对吧？对呀、很关键。所以啊，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后续打官司不是你的生活的主要部分了，你要去成长，你要去享受。14年婚姻，2年官司，这中间的爱与恨的撕扯，攸关利益的争夺，不是当事人很难体会，但需要有人提醒他们，婚姻不是战场。只有尽快放下，才可以往前走。到你们婚前以及婚内生育子女的情况，那么你现在有要咨询跟他离婚呢？债务是一个主要问题是吧？对，债务其实是主要问题，因为他对我以前是怎么说呢？除了赚钱方面对我是很好的。我当时我也理解就是男生可能30出头这会儿确实也没什么成就嘛，也过得比较压抑。我想想我手上有钱我就先用了，就虽然会有争吵，但是最后都是双方会和解的。明白。那后来你发现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不肯给我，他跟我说炒股，然后真正爆发彻底被我知道的是我们过年去那个静静全职博主，2019年1月结婚，第一个孩子西瓜1岁半，不久又怀上了二胎。这时她却发现丈夫瞒着自己炒股，已累计亏损了数百万元。一个月前我们还在海南度假的时候，我翻看了他的手机，发现了他的股票账户早就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我的逼问下，我才知道家里的房子、车子、车位全部已经被他抵押了。从2015年开始，陆陆续续炒股的亏损达到了1000多万，甚至把我和我妈将近100万的积蓄也亏得只剩2万都不到。时隔不久，静静下定决心和丈夫佩佩协议离婚了。两个人没有打官司，也没有断了来往，孩子是理由，也并不是全部。就有些男的不是说对自己很好，对老婆不好，那种是有点过分了。那种就如果这种情况，我肯定也不联系了。你什么时候过来啊？我说我9点钟要直播的，你要来带宝宝。我肯定要播到12点钟吧，那怎么办呢？你现在还没出发是吧？你大概几点钟啊？拉好没有？你拉好没有？厕所有没有拉好？
哦，行吧行吧，挂了啊，拜拜。我老公在，我前夫啊，在出事情之前，我也有和他商量过，但主要是他商量了还不肯听，最后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才决定离婚的。主要是两个人的一个重大决定啊，事业方面的发展方向，一定要有商有量的。就最讨厌是不跟你商量，然后自己把事情的结果弄得很糟糕，到直到那种所有家里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我觉得这种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怎么掉掉了？哎，爸爸眼镜不要补，掉掉了。因为这个篓子被我捅得太大了，所以我这个催债的电话特别多。他发现之前我都会偷偷摸摸的出去接电话，然后有些电话我不接，我就翻了你。蛮辛苦的，通常忙到晚。对，是的，很辛苦的晚上，经常到写东西啊什么的，也到十一点十二点，有时候两三点都不睡。哎呀，我把他害成这样子。那你去。哎呀，西瓜来了，西瓜想妈妈了。因为我有两个宝宝，就是我前夫呢对孩子方面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就怎么说呢，真的是不能缺父爱的。他在父爱方面是给予的挺我挺满意的，但只是说他在责任感方面不强。不去，妈妈在工作。哎呀，小西瓜在叫。干啥呢你？啊？继续。拜拜。哎呦妈呀，真的累死了。西瓜，哎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呀？要喝奶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呀？哎。明天早上几点钟去那个餐厅？我约了十点半吧，你要么九点半出发。哎，我要抱抱好不好？哎，抱抱。哎呦，乖宝宝。哎呦，开心哦，宝宝，是不是？你以后怎么跟小孩交代啊？现在都两岁了，还有五年就上小学了。学区房都要提前的，我跟你说，好的学区房都要提前的。我跟你妈也够苦了，真的，我们两个人吭哧吭哧赚钱，全部被你。以后那边房价这么高，买不买得回去都是个问题。我跟你说，轮不到你了，已经，你出来你就没有进去机会再进去了。电话。喂，哎，你好，你哪里？看房子。我现在人不在呀、啊，我这个月都人都不在了。人家看一下嘛，这个人卖不卖是两回事。我明天或者什么时候我看吧，如果有时间我就跟你说好不好？因为我不一定在的，我基本上是不在。900万，没有地暖，然后没有车位，没满五年。好。好的。好，没事。你昨天不是跟我说950吗？没有，我现在挂的是900万。我说，那你到底想900万还是900万？哎，我又不给他看，现在。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看啊？看归看，人家觉得好了，你才会跟你讨价还价。你连看都不给人家看，车位都被你卖掉了，有个车位还有可能950。
你现在你们小区车位已经饱和了，你知道吗？想买都买不到了。哎、你别吵了，你等我们等五月份再说。五月份那时候，你知道现在东阳的房价涨了多少吗？真的是猪队友，你真的是猪队友。但凡跟我商量一下，对不对？商量都不商量，啪一下亏掉这么多，感觉跟被人下药了一样的，是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钱都赚不到，亏钱倒挺厉害。这不是两句废话吗？亏钱了吗？肯定是赚不到钱，赚钱了还叫亏钱？你还顶嘴啊？不是，我是给你分析一下这个逻辑。谁给你笑了？神经病！现在要不是因为需要我开车，我立马就走了。我跟你讲。走哪里去了？我立马就走人，去外面工作。别跟我讲这些废话，有的没的，去重新找工作。我看你找什么工作。我看到宝宝头了。其实作为我本人而言，结婚之前我是很闲的一个人，就我没有太大的抱负。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儿童牙刷是两种啊，一种是这样的，适合小宝宝的，还有一种呢是适合，这个是应该是适合稍微大一点的宝宝的吧。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慕强，但是一旦结完婚你发现另一半盟友不行，就是怎么样也拉不上来，但是你孩子又生了，就是我就真的很急嘛。又当爹又当娘，真的很可怜，没办法，我们父母也没办法。你说一个女人最好最好很幸福，是不是？哪个女人喜欢这么苦呢？哎，没办法的了。你爸现在嫁到一个这样的人，你说可怜吧？大家如果平时有跑步啊或者运动习惯的啊，可以选择一套这样子的衣服，比较百搭，比较显瘦了啊。因为我这个事情它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啊，虽然说过去有个大半年了，但确实他这个事情会有好几年的这么一个心理上的，对我们两户人家的家庭都会有这么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么一个震撼吧。感觉把他这个标签拿掉，直接塞到这个矿泉水瓶里面就可以直接喝了，就相当于是一壶茶了。他们家都是可以用冷水泡的，虽然这盒。大熊，大熊在吃草。今年要拍全家福啊？你没有拍全家福啊？那你、啊？我觉得要么拍一下吧，反正南瓜今年也是第一年加入我们。好的呀。你能让我拍吗？我巴不得了，说实话。哎，妈，酒要不要带啊？哦，好的。嗯，好，那我挂了啊。嗯，拜拜。嗯。我爸说让我们早点过去。等会见到你爸，我该喊他什么？我也不能喊爸爸。那你肯定喊啊。那我喊什么？你就喊呀，按以前喊呀。你不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好吗？你叫我去干嘛呢？你烦不烦啊你？我就觉得奇怪呀，去干嘛呢？哎呀！
同样的一个门，因为变成了两家人，进与不进都成了一个问题。一段关系的改变会改变很多的关系。南瓜要被送走了，西瓜可以不可以了？可以可以的。本来应该叫阿姨跟你们去的，你妈没带过。算了，没关系。因为我看你妈清醒，我就带了没几套，差点睡倒了。去那边买嘛，给他买几套嘛，我们镇上呢有便宜的。啊？嗯，臭宝宝。哎呀，走了走了，我们走了。亲爸爸。啊，亲爸爸，亲爸爸。嗯，哎呦，爱你，爸爸爱你啊。上半年卖那个圣诞礼品，然后有一些复活节的东西，下半年我们卖那个中国节，明年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该还的钱全部还掉，然后我自己接他们的摊子去做，他们就该退休退休，该带孩子嘛也带带孩子，帮进他们减轻点负担就好了。我撸撸来吧呀！吃吧吃吧。火！火！来，我们看一下妈妈到了没有。哎呀，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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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瓜。咦，妈妈，弟弟啊，你剪头发啦？谁带你去剪头发的呀？怎么西瓜今天干嘛了呀？他怎么不开心啊？感觉很不开心啊。我不知道哎，他这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合群嘛，每次都是在角落里的。嗯。那你要问问他呀，你要问问他呀，你不干嘛要这样子啊？有什么心事啊？你要问问他的呀，你要跟他谈谈心呀。给我看一下南瓜呗。哦。南瓜，你们衣服没有换呀？南瓜换了呀，昨天换了呀，今天还没洗澡、哦。好了，挂掉了，今天挂掉了，我给他洗澡去了。啊。嗯。平时还是把我当孩子他爸对的。但是一有点事情，我跟你说，就感觉你就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了。
就这种感觉。那你看看他现在工作也挺好的，那你看我现在刚刚开始重新再来，这我跟他的差距不是一点两点。走差了的婚姻路，或许答案不一定是分开或死守不放。对佩佩来说，耐心等待也是一种选择。2021年6月，周东晓诉前夫抚养权纠纷案如期开庭。经过法院的调解，周东晓虽然没有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他的探视时间得到明确和增加。虽然说今天的这个方案不是最好的，对吧？孩子抚养权没有变更到我们这里，但是呢，至少目前能够保证，这个孩子他有很多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我希望他能够看得出我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因为大家其实真的是，就大家都好好的愉快的活着不好吗？是，就是反正有时间多陪陪孩子嘛，接下来就好好各自开始各自新的生活也挺好的。对孩子来讲，因为我看哥哥的信里面也说，希望兄弟在一起，然后以后好好孝顺父母。哥哥还是很懂事的。是，哥哥很懂事。对的。我一直也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将来爸爸年纪大了，我说你们还是要去费心去照顾他的。是。因为工作这么忙这么多年，身体一定就是会不是说太好，我说还是要照顾的。是。在陪伴周东晓争取抚养权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挺复杂的。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周东晓希望尽可能降低这种影响。然而在这场无关善恶的对峙中，一个人想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免不了让对方难堪，逼自己妥协。法官都要哭了，就是当事人说到他愿意去男方家的时候，我也觉得你会想象那个场景，其实你会觉得还挺不忍的。他已经离婚这么多年，他自己其实也有他的生活，男方也有他的生活，然后你得去他的那个大 house 里面，还有保姆，然后你把孩子接到学校，然后那个带他去一个小房间，陪他去辅导作业，然后辅导完了之后，爸爸可能差不多要下班了，你也得回家了，你就跟一个田螺姑娘一样，就是你是不能被看见的。我练习册已经注掉好多了。哦，这样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爸爸不愿意放手，爸爸认为自己一定是对孩子好的，但是妈妈又能怎么样呢？妈妈说我能付出只有时间。他做到了一个妈妈该做的一切。绝对是你喜欢的那张，表扬。我今年8岁了，平时上学的时候我住在爸爸家里。我从周一就盼望赶紧到周五，因为周五就可以去妈妈那里住。妈妈照顾得很细心，总是陪伴着我，还有和哥哥一起生活也非常开心。我想要和妈妈和哥哥一起生活。我是哥哥，现在正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弟弟从出生到小学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自己也非常希望能住在妈妈这边。妈妈一直陪伴着我们，学习和生活上都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而且我觉得兄弟俩就应该一起生活，将来的日子是需要我们互相扶持走下去的，一起照顾父母。我非常希望我能和我的弟弟生活在一起。生日那天，沈梦的女儿还是送来了祝福。丁丁，有人叫你了，你是不是要叫我？我今天过生日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过呀？这么多年，我在这个投资家庭失败了，所以未来我就
投资投资别的吧。沈梦打算考一个基金经理的从业资格证，多个证书多条路。静静家一年一度的全家福，因为种种波折拖到了新的一年。西瓜是前天晚上有点发烧的，然后我昨天带他去医院灌盐水的时候聊起来了嘛。这个房子本来就要卖掉了。因为对卖房款使用的争议，静静和佩佩再次不欢而散。于是连续三年的全家福，今年多了个小家伙，少了爸爸。哎，对对对，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尽管临时缺席了全家福的拍摄，但在为人父母这件事上，两个人早已达成了默契。有时婚姻确实跟我们想象的不同，他们走进去或走出来带着某种决心和勇气，习惯生命中有人离开有人留下。下一首歌是陪我长大。这首你不会唱了吧？会。这首你也会？差不多，差不多，还可以。水多喝一点，你一直在唱歌，水要多喝。心里话我对你讲，也许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何时你也埋藏，也许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不奈无云的光芒，是你教会我坚强。你看我笑得多甜，因为你在身旁。收听更多幕后精彩故事，更多真实故事，欢迎关注网易云音乐人间剧场。